来，我们今天白龙雪要来吃这真个的，冬瓜鸭，当归冬瓜鸭面线哦。米粉吧，哦，米粉呢、啊？先叫伊提嘞，然后这个面下去，来哦，我来看气味无同无。来，好吧。你安做危险？我就是要引诱你来倒啊！你安做机车？老婆倒的最好吃，切个芳草。真的啦！哇，哇，那个切，就是我刚才少年军，你把牙砍得嗨嗨。哥哥来了，无哪呢？抹出来，你还敢割掉啊？真正个走，我咧办，我下领较欢喜呢。好老歌啦，啊，我先我提一个碗，真白烂呢。你敢当个？你看你害我汤匙啊泼落。你敢当个正经个？是你敢当个正经？甲倒落，你搁啊白咧创个啦？白咧。我汤匙啊泼落呀。袂笑。卖个害啊！我搁会笑啊。我无爱害。无爱害。那无爱搁害。我凊彩讲，你毋著害。无。五十无你啦。嗯。哟，肉较济呢，还是心理作用？心理作用。哟，哟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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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。来，入冬吃当归鸭，那个，这叫什么？这什么？米粉啊，靠呀！你讲有轮次啊，我讲要用倒手来食物件对吼，用倒手诶，安尼我才能控制这个镜头诶。你看着倒手要压低，那还无啥度啊。我们真好食诶，很好吃诶，好吃。嗯。可以，嗯，可以，还是用正手啊，卖假啊。阿爸个轮啊，不爱用。嗯，肉酱椒，那个汤头有差。每一家味道都有比较独特的香气，这间可能冬瓜味较重，伊药材分布无同。这间较重药味啊。嘿，这间重味较重。啊，都好吃的。都好吃，嗯。你若较爱食中药味较重、较重的哦，这间鱼、这间也是。这间我较早无搬来，才外买买过，好吃啊。嗯，那中药味比较重。这两家都可以吃啊。嗯，对，可以。好，大家就这样简易分享给同学。